我真用心呢。告诉公，你对子涵的付出，我对妈一般用心，那恁子涵都袂嫌厝内底无温暖啊。姐，你妈那个回大嫂，伊真正最用心在照顾阮大家。不要紧啊，安姐，你们听我讲话。为着恁这安尼对我正口道谢，毋是一日两日的代志啊！我已经惯习惯习。也毋过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也是想要甲恁讲个清楚啦。我计予恁哥才打尾一年的代志尔。就算讲我真正用心计较，想要甲志翰较好关系，也毋过，志翰一开始就认为讲我是邱三林爸爸的歹查某。而且伫咧志翰的身躯边，还阁有一个主人是伊的妈妈的人，只是讲遐个西人，所以我甲志翰是变来当行较亲近的。你即马是甲所有责任拢煞对我才来，就对我先。卡叔讲，你真是有甲志翰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，你特别心肝这么强，煞去美国读书啊？恁这也要怪对我的头壳顶来哦？我会记的，当初我明明是志翰家己要求的啊。伊讲伊的姑丈伫咧美国大学内底伫咧做客座教授，啊，伊阁有一个是姑姑嘛是妈妈的人伫咧身躯边会当家照顾，恁咧一家伙啊三个人互相照应，敢毋是足好诶？另外一方面讲起来啦，若是为着伊的前途设想，互伊提早去适应大学的生活，啊，你敢毋是有哪一点理过？谢谢医生。明明就是你想要甲阮过两个人黏贴贴，过两人世界，所以你嫌伊贼吧，才想尽办法甲伊逼走的。怎么可以说安尼讲？你是要把我大变心的？而且代志你嘛会当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啊。我嘛是替恁两个翁仔某的感情在设想。啊，若无咧，恁东俊哦，一个人伫咧美国咧教册，啊，你为着要照顾志翰，煞留伫咧台湾，两个翁仔某分开遮尔远，你都唔惊时间一个久？你两个感情的变化，古靖宇，你莫说伫遐西龙，我阿东俊的感情绝对无可能出问题。我只是关心你。搁再讲啦，雅姐，虽然讲咱两个年岁差不多，也毋过轮回无轮回，你也是爱叫我一声大嫂较有礼貌。雅姐常常误会讲我对志翰无用心，我想着刚做委屈的，所以毋才介加伊两句啊。雅姐，你莫安尼误会你的大嫂啊！你比志翰的付出甲照顾，其实阮两个阿公拢看在眼内，也足感谢的。尤其是我，其实想想，阮志翰嘛是来做好命的，有你这个姑姑伫身躯边安尼照顾伊，这么啊疼伊。哎，阿是讲，唔得好加在雅姐无家己的囡仔。我也不恐怕咱子涵会当享受到的亲情，唔得爱拍折啊！啊，是的啦，你唔好阁误会我，我唔是迄个意思。哎呀，我家己哦，计有家风的已经要一年啊，我多陪还阁无消无息，嘛为着这件代志，阁阿亮阁改变的，我实在无迄个立场讲这话啦。拢是我自己嘴唔好，实在是有够袂晓讲话。亲爱的小哥啊，你拄仔甲我弄着啊，敢无需要甲我回去合适的啊？而且借问一下吼，你是安怎一直踮伫咧遮甲我客笑啊？好佳哉，我拄只脚手有够慢嘞，啊若无咱两顿就减一趟菜啊。你这么胖是要创啥？这咱吃鱼啊，就上喜欢我做的蒜蓉沙茶酱。我是怕你袂晓用，所以才来给你斗三工替伊传的啊。啊，若无你打算讲，我会直接给你客烧。白酒的酱料我早就已经传好啊。你让伊跟咱做伙吃同款的就好，是安怎搁另外传给伊啊？你敢袂感觉伤过搞工？我想问一下，你的酱料里底搁有放辣椒？你敢知影志翰唔敢食咸？你敢唔当较用心诶？无雅姐，志翰已经要满十八岁啦，要成人啦。
你唔得爱互伊赶紧适应大人的口味。啊，若无，等伊出社会食头路，需要甲人去应酬的时阵是变安怎？规道菜万一人拢袂食的咧，啊，唔得爱所有人配合伊。正问的哦，你即摆你到底是为着伊好，还是咧听声音？最爱是大家好，伫厝内底大家听，大家笑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想我是家放伫你的心上，啊，若无到最后吃亏的人绝对是你。莫怪我无提醒。我即摆是安怎啦？你搁咧恐吓我？刚讲伫这个家，我的身份地位，搁输乎一个还未成年的青少年哦。好啦，算啦，我也是哦，较早认婚的，把我的工作做好势，把家风顾好就好啊啦。啊，那你看你是要安怎去挺身自汉，要安怎巴结伊，拢由在你，你要继续好好做伊的姑姑妈妈就好啊。哎，吴俊宇，将代志讲清楚，我关心自汉照顾自汉是倒位唔对啊。带着你的心，你哪好意思安尼问我啊？特别若拄着志汉的代志，拢一定爱你讲话才准拄算。啊，那我嘞，我这父母伊根本都唔肯接受我，迄就是因为一直有你这位自居为亲妈妈的姑姑在身边，无站在伫咧听声伊，改性格变作是一个唔知要体谅别人的囡仔，所以唔才一直无法度理解我接受人阿母的困难。就算我做个更加完美，对伊来讲嘛是白了工啊！你这什么话题啊？家己对囡仔无好，怪别人对囡仔伤好？不是，要唔过你真正伤过自私，一直家己霸占掉嘞，所以我甲家父母才无法度接近伊。我自私，我霸占志汉，我是因为志汉自细汉都无妈妈照顾，所以我这么爱伊，这么惜伊。我做个安尼，竟然和你讲个安尼，你有良心啊无啊？我甲家凤一直拢在感谢你对志汉的好，所以我们家一直无甲你计较。你唔过志汉真正已经要成年啦，好通互伊大汉啦。你即做伊姑姑的人，嘛应该学会晓放手，莫阁甲因爸抢人后生啊。虽然讲话敢有当经过大脑，讲到袂输志汉，真讨厌即个爸爸同款的。我坦白甲你讲。志汉无想要留伫阮哥的身躯边，毋是因为无爱这个爸爸，是因为你。因为我是安怎啊？啊，我也无阻挡志汉爱家风，嘛无甲志汉抢走家风的父爱啊！你安尼讲，敢会伤过奇怪？靠，所以我讲到这么明，因为志汉无介意你这款搞心思的查某人。我知影你对我一直拢偏见，也毋过。你嘛不应该安尼去甲志汉洗脑，影响伊对我的看法，安尼对我真正足无公平。你这么是在讲啥？我甲志汉洗脑，你嘛有袂讲嘞？